美方不断收紧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，加大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打压力度。那么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？美方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，不断加码对华芯片出口管制措施，无理打压中国半导体企业，是地地道道的经济霸凌行径。美国对华实施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，构成对中国的歧视性做法，违反关贸总协定第一条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。美国以威胁网络信息安全为由，将相关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列入黑名单，禁止中国产的电信设备进入美国市场，违反关贸总协定第十一条规定的关于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原则。同时，美方禁令也违反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相关规定。美方常常把国际规则挂在嘴边，但真正做的却是无视规则、破坏规则的事情。美方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对华芯片出口，但实际上有关举措完全超越了国家安全概念的边界，使普通民用芯片的正常贸易受到很大的限制。英伟达 RTX 4090芯片的定位是消费级显卡，主要面向发烧级电脑游戏玩家。受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影响，这款芯片被迫在中国市场下架。美方还裹挟一些国家打压中国的相关企业，这更与安全沾不上边，是典型的经济胁迫。事实清楚表明，美方处心积虑打压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，既不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，更不是什么正当的竞争行为，而是毫无原则底线的单边霸凌行径，要剥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。美方行为严重冲击国际产供链稳定，毒化国际合作氛围，助长分裂与对抗。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，注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